最新消息来看，美国加州北部海岸20号发生规模达6.4强震，超过7万户电力中断。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住宅倒塌，多条道路出现路面裂痕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，地震发生在港口城市尤里卡西南方40公里处，临近镇央的红宝线一处桥梁还被震出裂痕，暂时封闭。部分地区煤气外泄引发了大火，而且目前已经扑灭。加州紧急办公室表示，地震发生前10秒预警系统发挥作用，多数人有时间得以避难。可是大家遇到这一起强震，所有人还是心有余悸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